望庐山瀑布，李白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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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译文：香炉风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升起紫色烟霞，远远望见瀑布似白色卷绸悬挂在山前，高崖上飞腾直落的瀑布好像有三千尺，让人恍惚以为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人间。